大家好，我是栋哥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我们今天是农历5月15号，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圣诞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科文纳市，美国加州的科文纳市，后面所见的白色建筑，哦，是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。我们是在文化艺术馆外围的停车场这边，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天气非常的好，天气非常的好，啊，不能说万里无云，但是天气非常的好。这边的树下都降下了甘露，哦，很多同学在这边聚集了，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等一下我拍一下降甘露的影片。甘露降的非常的多，哦，一丝一丝从树间不知道从哪边降下来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，哦，房子这边没有洗涤塔，没有什么水塔，哦，没有什么冷气，没有冷气，这个室外机都没有，但是这个树下就是降下了甘露，哦，一丝一丝的甘露，非常的神奇，哦，甚至滴到了脸上，滴到了身上。就是在这个建筑，哦，这个周围降下的甘露，现在这边同学聚集的非常多，哦，佛教徒、佛弟子，所以能够学习到真正的如来正法，哦，学习到真正的佛法是非常的幸福的。这佛菩萨的表法，哇，非常的殊胜，无处不在啊！哦，距离这个艺术馆这么遥远，哦，将近100公尺，这个树下也降下了甘露，哦，很多同学在这边聚集拍照。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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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。据说，哦，在这个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外面，随时都会降甘露啊！只要诚心的念诵，哦，恭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，在这些树下就会降下甘露，非常的殊胜。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佛法啊？哦，但是实际上这就是真正佛陀传的佛法，就是这么殊胜，哦，随处都会显现圣境，哦，这是佛菩萨真实不虚的表法。太阳这么大，这个甘露到底是从哪里降下来的呢？对不对？对，同学已经给了答案，这是无中生有，这是佛菩萨的表法，哦，证明这个佛法真实不虚啊。世界上毁谤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这一些人，哦，这些愚痴的人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哦，错过了今生啊，就遇不到真正的佛法了，哦，在哪里可以学到这样的佛法呢？只有在真正的佛陀这边呢，啊，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如来正法。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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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